诸比丘大德和尚尼，诸位女士大姐，诸位在家菩萨们，大家晚安。 今天开始讲到第九愿，第九愿就是神主无碍愿。那么我们也先简单说明一下，有老菩萨反映说国语听不懂。 但是，假如国语也讲，台语也讲，来不及的，时间不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想一个办法，就是老菩萨只有几位而已，那听不懂就念佛，心里默念佛号，好。 然后有讲到特别要紧的，为一两句台语，那听不懂的地方，都讲国语的地方，你们就念佛，心里念佛，那时间就不空过的。我们就看着第九愿。 舍我得佛，故从天人不得神处，于一念前下次不能超过5000亿，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。 这边就是讲到神主没有障碍的愿，讲到神主飞行到达无量地佛国，可以见佛闻法，也可以侍奉如来，广修供养。 这是修福修慧不可少的，唯有得到神主通，这种的神主通也叫做如意通，他才能够办到的，在一念前。 也就是说，很短的时间，从近至远，周遍经历诸佛的国度，最少也能够超过到达5000亿，那有它就是亿。 到达5000亿佛的国度，多地方能够周遍亲历无量佛国。那一年前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呢？根据人王先说，一年。
有九十忏了，一忏呢有九百生灭，所以一念前一念就九十个忏了，一忏我就有九百生灭，生灭。这一种的一念前，他就能到达无量的世界。有些人不会相信，那么在这就说个譬喻，就好比天上的日月，不是同一时间便能变到无量的地方吗？又好比一面光明的镜子，又不是同时从近到远所有的物象都摄入明镜当中吗？我们的心就像光明清净的日月以及明镜，只要内心没有尘垢乌云的这种烦恼业障遮住的话，必然可以在一念前这么短的时间，周边游历诸佛国土的。有人就说，你讲的是心，而神足慧行那是身，身体啊，怎么能相同呢？性空说，在我们凡夫，身心是不同的，心理跟身体不同的。可是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圣者，那就没有两样，他心能到，身体也到。这种的身叫做一生身，或者叫做法性生身，但是来去自由自在，没有障碍的。怎么可以拿我们父母生的业报身来相比呢？那有人就问，极乐的天人遍历十方世界，为什么不来这里给我看一看？他不是不来，而是因为呢，假如我们有业障的话，就好像生下来就眼盲的人，所以就不能见到。就好比日月都依附日月历天，依附在空中，你在暗室里边怎么能看到 日月的光明呢？看不到的。所以只要你有缘，心里的过会烦恼过会清净了，就可以见到的。像谭鸾大师不是见到龙树菩萨吗？道绰大师也不是见到谭鸾大师吗？他们都可以看到的。那么啊，这一面就收获了，不必呆板的顺文再消失，我们就讲里头的意思就可以了。因为头一句后一句跟前面都一样的，所以讲出它的意思就可以。接着第十愿，舍我得佛，国中天人
若其想念，叹其生辞，不取正觉。什么叫做想念叹其生呢？简单说，就是手持秤跟烦恼秤，这个都叫做落，有落的落。那么手持秤烦恼秤，无起就是没有落，起的话就叫做落，这个叫做想念贪气生。这里不起就叫做无落，不起烦恼秤手持秤，它就叫做无落。不起想念贪气生，这个叫做无落，叫做落尽自同。在此我们也来说一说，说什么呢？就是来解释什么叫做想念，什么叫做贪气生。想念就是妄想，贪气生就是执着。想念就是根本无眠，也叫做迷离的无眠，这个就是手持秤。贪气生就是执着，就是执魔的无眠，也称为迷失的无眠，这个叫做烦恼秤。所以想念贪气生就是妄想执着，也就是手持秤跟烦恼秤。在这我们就配对十二因缘，还有三系六处起信论，有三系六处来说明什么是想念，什么是贪气生的道理。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实，忧悲苦恼。第一无明缘行，配合起信论的三系六处，无明缘行就配合三系的第一系，叫做无明业相。无明业相啊，那么无明业相，这是实地的菩萨所断的，实地的菩萨所断。无明业相是什么？根据起信论说，以一不觉故心动，说明为业；觉则不动，动则有苦，果不离因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它就是依持依恋不绝的缘故，所以心动
清净自信清净心开始动荡，心一动叫做业，觉悟的话心性是如如不动的，我们不觉就开始有动向，一动就有苦，苦果不离开业因的关系，这个叫做无明业相。所以无明业相就配合这里的念，想念而念，这里就无明一念妄动，就是念。我们这个院里头的念，接着第二行缘事，就是第二系能见相，这是九地菩萨所断的。能见相什么意思？以一动故能见，不动则无见。能见相也叫做转向，也叫做转世。真如智慧的这种照料，本来是没有能手之别的，现在既然弥佛于真如智慧的离体，一指一念的动心，丧失了他的接头智慧的观察，就转变成为妄见，所以叫做以一动故能见，就反省真正的觉性，它是如如不动的。如如不动就是无欠，这是能见相九地菩萨所断。接着第三四缘明色，他就配合境界一相，其性论上以一能见，故境界妄现；离见则无境界。因为一指能见相，所以境界相由虚妄显现出来。离开了能见相，也就没有境界相。境界相是八地菩萨所断的，能见相跟境界相合起来叫做想，我们这个原文的想，前面的无明业相配合念，若其想念，想就是包括能见相、境界相，属于三系的后边二系，而念就是无明业相，就是最初一系。念就是无明一念妄动，这里的想包括能见相、境界相，就是妄力能守，希望建立能守、能见相跟所见相，所见相就是境界相，叫做妄力能守。接着第四
民色原六路，六路原处，都配合起信论的志向。从志向以下就是六出了，境界为园长六出，无名为因生三系，境界为园就长六出。六出第一出就是志向，志向什么意思？根据起信论说，一为境界，心体分别，爱与不爱故，一指前面的境界相。他不了解唯心虚妄，他就生起会心舍分别顺利的境界，执着是有决定的底线。分别是可爱跟不可爱的情形，叫做心起分别，爱与不爱故，依止前面的境界相，内心身体分别爱跟不爱的缘故，这个叫做志向。还有六路缘处也是志向，配合志向，所以名色缘六路，六路缘处都包括在志向里头。志向也就具生法执，具生的法执，这是七地菩萨所断的。接着第六触缘色，又配合相续相。相续相什么意思？起信论说，一为自故，生起苦乐决心，起念相应不断故，就是依止前面的志向所分别顺利两种境界，可爱就是生起快乐的感受，不可爱就是生起痛苦的感受。所以这里说一为自故，生起苦乐决心，讲到决心就是苦乐决色之心。当屡次屡次生起这种的想念念头跟境界相应，没有间断，这个就是说明自己相续，又能起烦恼滋润所造的业，滋润业来牵引执持生死，使念他相续，所以自他都相续了。这是第六触缘受，叫做相续相，它属于分别法执，属于初地菩萨所断的。接着第七受缘爱，那就配合起信论的执取相。什么叫做执取相？一为相续，缘念境界，住持苦乐，心起着故，执取相就是对前面的相续相，对前面所缘念苦乐等等的境界，不了解是虚妄，生生生起取着之心。这个就是执取相
直取向配合俱生的果实。前面属于法执，有俱生分别的，现在直取向属于俱生的果实的这种师父，是地前菩萨所断，还有四果阿罗汉也可以断。到这里就配合贪，从第四的名色缘六路，接着六路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这四颗都配合贪，就是这里原文的贪。接着下头，第八就是爱缘取。爱缘取就配合记名志向，起心论说，一笔妄执分别假名言相故，依此前面颠倒所执着相状之上，更安立假名言相，这个就是分别。分别假名言相状的缘故，这个叫做记名志向。记名志向也配合俱生我执的师父，也是地前菩萨所断，四果所断。接着地球的取缘由，就配合起业相。起信论说，一笔名次寻名取着造种种业苦，依此前面所分别假名言的相状，寻依寻名言来着相，发动身口，造作种种业，这个就是痛苦的原因，得到苦果的原因就是起业相。结相就配合分别我执的见惑所生起，出口的圣人，还有这个别教出处的菩萨可以断除的。爱缘取跟取缘由，配合记，这个是贪记心的记。接着第十，有缘生，十一生缘老死，十二忧悲苦恼，就配合业系苦相。起信论说，一业受果，不自在苦，也就依此先前所作善恶不动等业作为因，一因感果，就闹说苦乐等等的果报，就轮回三界，常伏生死的苦海，没有自由之分，他就不自在，不自在就是苦相。这个叫做业系苦相。所以我们这里原文的若取想念贪气生者，不取正觉。想念贪气生就配合十二因缘，配合起信论三系六处，就刚才我们都说过了。不取想念贪气生，就如同法藏菩萨，他的心非常寂静，就是不起想念。他自无所求，
心智无所执着，就是不起贪起。就如同我们念佛修行的人，内心空灵，就是不起想念，他的心很明净，念佛很明净，分明了了，很清净，没有杂念，这个就不起贪起。能够这么念，就能断除烦恼，明心见性。又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那么以上讲到的是有六神通，都是以落尽通作为根本的。所以法藏菩萨大慈彼乐，他发愿首先使令众生断除诸乐，恢复自性的本源，就能证得六通自在的心乐，最后给予究竟的涅槃极净乐。这就是真如净心兴趣六通的功德，不是法藏菩萨发愿要众生去求得六通，不要误解。所以接着有第十一的注定正灭愿，这个就如同法华经所说，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。都是用如来就是佛和大灭度的境界，使令众生也能够这么灭度，也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说，我皆念若无一涅槃而灭度之。可是我们要证得涅槃，必须要落尽，